刚才那个环节，摸我，别伤人。这是要干什么？看这回谁敢欺负我？我说刚才那环节啊，其实有点不公平。怎么的？谁力气大，哎，谁喝得出去，谁就能赢。可是力气活一点技巧都没有。那这样，这个环节我们就加点头脑、对智慧、平衡、技巧综合方面在里面。没看我们大锤都上来了吗？哦，这俩还像力气活。大家往场上看，我们的道具已经在台上了。待会儿呢，每一对嘉宾啊。要坐在上面，两个人一起坐在上边，然后呢对阵另外两个，露露和秘密分别要给他们出脑筋急转弯。是的，如果答对了，继续坐在上边。哎，我们呢砸掉对方一个凳子腿儿。哎，如果答对了就砸对方的。对，如果答错了就砸他的凳子腿儿。好，看谁坚持的时间长。好，来啊。那么我们首先有请的是雪村老师夫妇，好吗？哎，好啊。那还是阎光明夫妇吧，因为刚才他们就是。输掉了比赛，对，再给他们个机会，对对对，看谁能反败为胜。来，有请，来吧，尽量保持平衡啊，我们四平八稳这个环节马上开始，请出第一题。好，我现在出题，两位请听好，请问变脸是哪一个剧种的绝活？三二一，正确，砸掉，砸啊，哎，我也砸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可以砸的，好。秘密出题，等一下，让他们先稳定一下，先稳定一下。没有这人，好，你俩气人不？来问一下问题啊，请问为什么飞机撞不到星星？为什么？星星太小了。不对，因为星星会闪。砸。啊，慢。等会儿，这个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哎。好，慢，快往前撤，往那边，往那边，再撤点，再撤点。该我问问题了，请问两位，哇，好使，别动，请问两位，完事没？喇叭是对什么乐器的俗称？号，唢呐，还是唢呐？来，你是故意让他们的吧？来，啥？往这边呀，往这边。好，请问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3、2、1，回答错了。250啊，250等于小白 two。那我都输了，遗憾，砸掉。哎呀，住手！住手！咱们来个掏裆怎么样？还师兄弟呢，给我俩比较。咱俩是师兄弟，哎。咱俩是师兄弟啊，铁子。咱俩是师兄弟啊，俩啊。好，我继续问啊，两位请听好，吃海鲜的时候，别动，不宜喝白酒还是啤酒？啤酒啊！哇，回答正确！快砸，快砸！干嘛砸的？别动！啊，对啊！哎呀，好危险啊！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觉得应该拿这个。你别了，拿最外边的那个。怎么感觉想要？我不会打屁股了。的感觉。